各位汽车世界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teven。接下来将由我各位介绍全新 BMW X5。全新的车款呢，在改款之后，外形上它的线条更加的动感。比如说车头新增了 LED 的主动转向头灯、气帘以及车侧的导流进气孔。那么在内装的部分，它的舒适豪华程度更是大幅的提升。比如说它内装可以选 Pure Experience、 Pure Excellence 的套件。另外呢，在配备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包含了 10.2 寸全新的 iDrive 显示萤幕，包含了手写触控的功能。另外很棒的配备像是360度的环境以及主动安全防护系统等等，都是我们全新的科技的配备。全新的车款呢，它在整个科技面上以及舒适豪华的程度更大幅的提升。在引进的车型部分呢，我们有两款柴油车，分别是 25D、30D 以及两款的汽油车 50i 以及 35i。 另外呢，还有一款非常特别的是 M50D， 这是一款直列六缸 Twin Power Turbo 三涡轮的一个车款。那它有381匹马力、760牛顿米，零到100更只要5.3秒。那么 M50D 它之所以特别，它是在2012年开始在欧洲它所开发的 M Performance Automobile 的一个车款 ，MPA 的车款，就像是去年推出的 M135i 一样。不过这一系列的直六的柴油引擎呢，在过去去年来讲，只有在欧洲市场才引进。那今年也非常特别的 ，M50D 是首款 MPA 的三涡轮的柴油车款。强劲的动力之余呢，还非常的节能，这是我们车型动力的部分。希望各位朋友会喜欢，谢谢大家。